No News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Phoenix。最难忘的表演应该就是2022最后一天吧。我们在花莲的跨年，对，是我们人生当中第一次站上跨年的舞台，对。而且还直接跟大家面临了一场大雨。其实那个大雨是其次啊，是那个心境的感觉。对，让你的头发可以变很帅。对，跟那个也没有关系，主要是因为有就是跟大家一起跨年，是一个很特别，也很值得纪念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今年年初参加一个节目是《营业中》嘛，营业中二，对，我们会在里面担任嘉宾，是嘉宾，对，差不多那样的角色。然后在四月的时候，我们会有就是我们自己的首张的新的专辑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四月到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好好的购买以及聆听。Yeah。